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，有一个缤纷多彩的绿荫岛，这里的植物吸收阳光、氧气和雨水的精华，幻化成奇妙精灵。它们善良、勇敢、快乐，当危机来临，它们就会爆发出种子的力量，变换成元神女种。它们就是大自然的守护神，木麒麟。小葵遇到与车车比武的剑臣，险些被误伤，被莉莉所救。比武大会上，莉莉冒充小葵与绿霸乌拉比赛，巴里破坏石像被剑臣发现，二人激烈战斗。巴里用计让剑臣将石像打落山坡，小葵牙力阻止失败，最后车车莉莉将石像击碎。个性，我喜欢。哥哥，有本事你冲我来！你敢动我妹妹一根汗毛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哦，那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能怎么不客气？主人，还差两个木麒麟就能完成任务。姚丽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刚接到大赛通知说马上有你的比赛呢。比赛？我不是已经比过了吗？你们上次的比武被打断了。汪汪要和你重新比赛啊！啊！呀！倒数七个数字，之后比赛继续。七、六，比赛继续。木麒麟之间的比武是神圣的，绝对不能因为一点状况就停下。钢铁狼爪，洛飞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汪汪的对手。雅丽，比赛重在参与，胜负不重要。对，我在精神上支持你，雅丽加油。雅丽，没事的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
比赛就要开始了，雅丽哪去了？小葵刚才看到他往迷雾森林方向去了，他不会是躲起来了吧？真是胆小鬼，哼。洛菲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旺旺的对手。对，我在精神上支持你，亚里加油！看来是我们忽略了他的感受，就像小葵一样，没有我们一起作战，他的确很难面对。亚里呢？我们上次还没分出胜负呢。汪汪，我们也正在找他。洛菲，还记得那些木麒麟失踪的传闻吗？我们还是把雅丽找回来比较好。我和你们一起去，我可不想不战而胜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主人，那个叫雅丽的木麒麟正在接近城堡。呵呵，胆子不小啊。车车，莉莉，冥王大人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快去招呼一下这个小豆芽，不能让任何人找到这里。遵命。雅丽，你在哪儿？雅丽，你能听到吗？据说这个迷雾森林就是食人魔的巢穴，雅丽，他会不会已经……放心吧，我相信雅丽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这里好可怕！我们这么多人，怕什么？小葵，勇敢点！冥王大人，毒魁，什么事？没看见我在休息吗？大人息怒，洛菲跟林夕他们全部往城堡这边来了。没想到这回猎物竟然自投罗网了。您是指的汪汪？算你聪明，我就在这迷雾森林里把他抓到手。哈哈哈哈。雅丽，你在哪儿？找了这么久，一个人影也没看到，烦死了。也许雅丽已经回去了。这也有可能。毒魁，引猎物上钩。是谁？汪汪，等等！我们快追上，不能让汪汪也丢了。到底是谁？快给我出来！奇怪，怎么连路也不见了？刚才明明……汪汪选手，你也迷路了吧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是你，小丸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别那么紧张嘛，平时有不少村民会在这里迷路，作为管理人，我当然要经常过来看看。我们刚刚才帮雅丽指了路呢。雅丽，真的吗？信不信由你，离开迷雾森林的出口就在你后面。啊！不该呀，这里刚才明明没有路的。毒魁，暗夜飞剑！暗夜飞剑！哼，果然是你们在捣鬼。
不错不错，这么容易就躲过了暗夜飞剑的偷袭，不愧为四强木麒麟。我汪汪不打无名之辈，快说你们到底是谁。哟呵，口气还真不小呢。不过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。谁是谁的囊中之物现在还不一定呢。钢铁狼爪，雅丽，汪汪，可恶，这里的雾越来越浓了。比西公主，小鬼好怕。喵，别过来。等等我。喵。可恶，连高德也不见了。难道这里真的是食人魔的巢穴？不会吧，小鬼不要。这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食人魔。你们想想，最近不时有污染的木麒麟出现。你是说这一切都是幽冥王在捣鬼？嗯，很有可能。洛菲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继续在这个森林里乱逛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先出去再说吧。洛菲，快看，那里的雾气好像在散开。我们快走。比西公主，这是什么？糟糕！啊！流星，你们在哪儿？啊！路飞，我在这儿。路飞，流星，可恶！流星的声音到底从哪儿传来的？是谁在捣鬼？给我出来！太大了，我们什么都看不清呀。那就看看清楚吧。凝重原力，爆发吧！元神灵种。雅丽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洛菲，我不该临阵退缩。不，雅丽，是我不该让你独自去面对比赛。我们应该并肩作战。啊、车车、莉莉，怎么是你们？车车、莉莉已经被污染了，快走！什么？浮游毒气弹，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糟糕，是毒气。哼，身手还是挺敏捷的嘛。浮游毒气弹，这种小伎俩对我汪汪是没有用的，自己品尝你的毒气吧。来，跳盾。他居然把毒气弹弹了回来。现在再尝尝我钢铁狼爪的厉害吧。哎，可恶，松卡，快把灵犀他们救下来。松叶刺，想救人过了我这关再说。车轮焰，哎，松
烈焰炮。哇！我原以为你的车轮焰有多厉害呢，原来也不过。路飞，小心后面。可不要对女孩子视而不见啊！霹雳旋风。容易就把他们收拾了。当然，我们的实力可是最强的。看招吧！啊，浮游毒气弹！不就这两招吧？肉盾！暗夜飞剑！毒葵是毒箭术幻化的植物精灵，它的毒气剧毒无比，你这次是逃不掉的。你以为我真的只有这两招吗？毒蛇狂潮。什么？钢铁狼狂？啊！我们要赶紧想办法。路飞和松塔很危险。别着急，我正在努力。高德，快点！猫的指甲不是很锋利的吗？灵犀公主，身为皇家总管，我早就养成了修剪指甲的好习惯。什么好习惯？以后改掉。是时候解决你了。舍利子炮，合力！松卡，雷光斩！
么是你？不要多管闲事。这个闲事儿我管定了。哎，月影光刀。我们的任务是不让他发现城堡。独木之王，独剑术。阿普喵，别乱摸！我是独剑术木麒麟，独魁。毒箭术的枝叶有剧毒，又叫箭血封喉术。毒箭术这么可怕，为什么人们还要中啊？毒箭术虽然有毒，但枝叶有强壮心脏、加快心脏跳动、增加血液循环次数的功能，具有很高的医学研究价值。而且它的树皮特别厚，富含细长柔韧的纤维，当地居民去除毒液后，把树皮用来制成褥垫、衣服或者筒裙等，既舒服又耐用。看来只要使用得当，恐怖的毒箭术也大有用处啊。找到了牙力，汪汪又失踪了，大家还在迷雾森林中的搜寻。不清楚冥顽真实身份的洛菲等人，在他的带领下走向森林的深处，一步步落入敌人圈套。大家能成功脱险吗？敬请收看《绿影战灵》第21集《离奇的失踪》。